大家好，僵尸，僵尸，今天要玩这个非常不得了的手游，今天是修乃圣一样。俺今天继续把伐木场升起来，然后这里水不足怎么办？还能做什么呢？所以蜘蛛山可以产生水是吧？它一直是蜘蛛山可以产生水的。幸福的，可以像一只脚能靠近，回到你最深深里的远方。原来有很快的。然后这边是我的人口区哦，对，真的很棒。你看我们现在还是破万人，好，就获胜了。而且还继续编队，继续升级，继续改晋级安尼。其实伊就是伊意思就是等级的提升啊。再过来，这个这就拿英雄的协作，而且前置条件就是太严重了。这所在话，你就是这所在话，你要慢慢啦，迄个慢慢啦升。这个所在话就是保护。我点唔对呀吧？啊！抽到枪炮款的啦！哈哈哈哈！大尖叫，大尖叫！哇哦，哇哦！为什么我那么激动呢？因为是全新的，我这也没有招募过的。这些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抢啊！这要干嘛？所以这些过年的时候有出一些活动吗？有过年的活动吗？目前看起来是没有。这个吗？没有啊。热卖的，我的所以你看啊，这期它就是那么 relax。那现在我们就是缺粮，我们就是采粮，粮食很重要。Water 很像是蜘蛛山店会自己帮我们生，对吧？注意哦，不要跨界哦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界数，真的很好玩的手游、哦。我最喜欢这种游戏了。我们现在有三个阶段，那各位如果不知道怎么玩的时候，你就是赶快找这个，然后他就跟你说你接下来要干嘛。像你看，他要九万六的。这个，那你要怎么做一个取得？通常就是升级，拜拜。